呀，那垃圾桶值什么钱？你今天不是说介绍个黑背给我吗？人呢？人家一大早都来了，出来吧。来，看怎么样？哟，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这个二手的吧，哎呀，你会不会说话？人家原版园区的，那怎么称呼啊，美妞？我叫饺子皮，你呢？哦，我叫 MC 罗文刚。哟，你看，名字都那么合适，就这么定吗？哟，那么快就定了吗？星座各方面都还没有了解呢。哎呀。那你们两个再深入了解一下。那你什么星座啊，海贝？我处女座的，你呢？我吃饱没事做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正经一点哦。哦，那我射手座的。乱来！一个处女座，一个射手座，你们两个赶紧找个地方去缠绵绵。呀。刘婶，你一起去吗？不是，你们两个去谈恋爱，我去干什么？你去帮看一下嘛，反正你也无聊。